萌探 action， 萌探带你探周瑜打黄盖片场。周瑜小人，拖下去，重打100几招。我就说词儿就好了，我在哪个位置定在上面。啊，好好好，没事，我就知道了。啊，所以站在这个位置说。好的，拉下去，斩了。若不看众将情面，定斩不赦。今日免他一死，脱藩。然后您手里会有一个令牌，然后你把这令牌啪就扔到地上了，然后这边就开始揍他。好。走一遍来。周瑜小人，打。十一，打腰上，别打腰上。十五。谁是周泰啊？说话呀、啊！这儿，再来一遍吧。他们也没记清楚谁说话什么的，咱再走一遍，好吧？哎，来，咱再走一遍吧。快，斩了！大都督，黄老将军乃东吴老将，万望宽恕。若不看在众将的情面，定斩不饶。今日免他一死，脱藩。打100几仗，再求情者，与黄盖同罪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两位是94版《三国演义》的两位老师，陆树铭老师和张山老师，欢迎！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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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好，陆老师，你好你好，沙溢。您好您好您好，您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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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真好！刘关张来，刘关张站一起，二哥。刘关张。萌探拜拜，萌探嗨嗨，萌探探探第二季5月27日起，每周5晚8点 VIP 抢先看。